我哋最後決定係擺一個電影院喺舞台上面，觀眾入嚟嘅時候應該會有一個置身於電影院嘅感覺咯。第一次一聽到嗰個音樂嘅時候，我已經腦海裏邊有一個畫面出現咗咯。女嘅舞蹈員啊，坐喺觀眾席嗰度，一路睇緊一套戲。佢冇乜表情，但佢有好多想法啊，一路好似睇緊自己成個人生一路嘅過程啊。這個啟發咧，讓我去想排一隻舞，係講觀眾去睇戲咯。咁好快，我已經想將一個舞台變成一個電影院，而舞蹈員咧亦都變成入嚟睇戲嘅觀眾。我細個嘅時候睇戲比較多，都係爸爸媽媽帶埋我哥同我一齊去咯。佢哋好慳嘅，佢哋會買兩張飛咯。咁我同我哥就坐喺我爸同我媽大髀咯。但係其實當時唔止我哋一家人係咁，我嘅感覺係睇戲咧係一定喺大戲院啦，好多人嘅。好多電影咧，其實係老少咸宜嘅，一家人會去睇嘅咯。嚇，而家已經排練咗一段日子啦，已經發展咗好一些段落出嚟。咁某程度上，好大嘅篇幅都係一啲開心啊、誇張啊，或者直情係好荒誕嘅一啲畫面、一啲情節。究竟真正嘅觀眾係觀眾咧，定係舞蹈員係觀眾咧？入嚟劇場裏面睇就會知咯。大家入嚟啦，入嚟睇買飛入嚟睇就會知道㗎啦。